我跟你们说啦，夏天呢一定要来一件白色的，你不要怕白色洋装，我跟你讲，夏天穿出去真的是很漂亮，很仙。而且你看它其实有做内里哦，然后它故意内里跟它的外面的雕花蕾丝布有一段的差距，让你有一点透透的感觉，若隐若现，若隐若现，若隐若现。不会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它其实不太会透，因为我里面虽然是穿浅色，但是因为它有内里，所以它透是透在这个地方。我觉得这个版型特别是它做了一个像衬衫领的感觉，其实版型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又可以遮手，而且一般来说我们对于这种版型我们会觉得是无袖的，可是这件呢它有一种瞬间就是有一种落肩感，它是包袖，对，连这样的洋装也有口袋，我自己觉得有点好笑，但我会觉得大家一定很喜欢。对，好，我们给大家近看它的雕花，来，对，它是这种的，它是整件哦，对，整件，这件洋装的话 S 到 XL 的人都可以穿，没错，而且我觉得它长度很棒，而且它的长度是小个子也可以，高个也可以，而且好看哦，这件洋装的版型本身很优秀，所以再配上这件质感的雕花蕾丝，真的要拿。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像女伶，欧洲女伶，又来又要去哪里了？又要加了一个伶了。